疫苗可預防疾病科學委員會主席劉宇龍話：有數據顯示，孕婦打疫苗並唔會影響胎兒。孕婦其實係絕對應該打疫苗，應該比冇懷孕嗰陣時更加需要打。第一係要保翻佢自己啦。而家已經有好多數據係好確實知道，如果懷孕嗰陣時感染到新冠咧，佢嗰個病嗰個嚴重程度係高好多嘅。咁另外一點就係佢懷住個胎啦，咁亦有好多數據支持㗎啦。如果你係懷孕嗰陣時染到呢個新冠咧，佢個早產嘅機率都會大大升高。咁所以無論係個孕婦本身或者佢自己個 BB 本身，都構成咗兩個好好嘅原因要去打疫苗。咁當然兩隻疫苗而家都係可以打嘅，無論係復必泰同埋科興都係有數據支撐。咁當然亦有啲額外嘅所謂好處咧，就係如果佢打完之後，佢生產到嘅免疫力，即係尤其是抗體啦，咁個媽媽咧都有機會係由佢嘅胎盤再去保護翻嗰個 BB 頭嗰幾個月，咁呢啲都有初步嘅數據係確實。